我们的双波晶莹剔透的波波小姐要用了双波。什么叫双波？玻尿酸跟玻色因，哎呀，里面有六重的玻尿酸呢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分子量小，600到1000道尔顿。玻色因还有植物的玻色因，还有复合的玻色因，大家都知道，玻色因的一瓶霜要4000块，我们居然把它放在嘴唇上，你就看到。有没有看到我很润啊？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特别润。我现在没有擦口红，但你看我粉粉红红的，真的特别特别好。它呢可以让你迅速的吸收，皮肤紧致、烘弹，改善你的干燥的唇纹，特别润。我其实已经擦了，你看我，哎呀，擦完颜色特别润泽，其实是没有颜色的，它很光滑。很好用，它可以让你皮肤改善你的粗糙，改善你的纹纹。你们知道玻色因听姐讲了，会生成4型还有7型的胶原蛋白，它会让你刺激补充胶原蛋白的合成以及再生。所以你看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我嘴唇突然之间很饱满，好像不是我，而且我没画口红，来看清楚，轻轻的揉，轻轻的按压。如果你唇纹很多的宝宝，你一定要这样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还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唇膜。